不是，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聊天啊？我这不聊着呢吗？来，你自己看怎么聊，来给大家伙看怎么聊。人家给他发了一个麻辣烫的照片，你看他回了什么？哎呀，我这气死我了！我就随便一回啊，我开玩笑的。你开玩笑？不是，你眉毛下面是俩蛋吗？你光会眨也不会看啊？你能跟 crush 这么聊天吗？那怎么聊啊？不是我一跟他聊天吧，我脑子就短路。不是，我教你，教你，你就说，麻烦翻转一下摄像头，让我看看我的菜，多油啊，多油啊，油啊，我发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行，油，那现在怎么办？你20分钟没回我了，不是你让人家怎么回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啊！但是他给我发了之后，我都回他信息了，那我觉得我喜欢他，喜欢他挺明显，哎，谁呀、啊？那个吃独食那小子，喂，阿门，啊，我在门口吧。啊，来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来给你送好吃的。啊，你过来就专门为了送这个？是专程过来的啊，但是是吃的，兄弟。啊，那你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主要目的是为了来见你。哎呦，老刘吧，我走。